喂，你在干嘛？我正打算出门呢，你在哪儿？从家里面出发吗？啊？那我送你去吧。哦，好，那一会儿家里楼下见。拜拜。你要过来，怎么也不打个电话说一声？万一错过了呢？我早上一直打你手机，关机啊，所以我就想直接过来嘛。昨天晚上打电话打到手机都没电了，怪谁啊？怪我，确实怪我。哎，不过你是从家里边直接下来的吗？啊。你确定？怎么了？你不会都看见了吧？啊？啊？没有啊，就看见尹可跑上车，然后开出去半个车位，又倒回来，然后跑进去。你这么着急想见到我啊？生气了？你开车，迟到就问你算账。以后我每天来接你的话，都能看到这一幕吗？哪一幕啊？可爱的一幕。够了。怎么，无所不能的尹亦可就不能让人夸可爱吗？高手手段耍过了啊！我看啊，是你完蛋了，又有一个女的被我迷住了。把手放在这里，好好开车。我开车的时候喜欢把手放在这里，看前面。我不管，反正今天要是迟到了，就找你算账。怎么算账啊？有的你去。哦，好想试一下。